这是江姐，因为个性沉稳内敛，总给人一种成熟稳重的感觉。但某一次我观察到，江姐只要进去房间待了一阵子，出来后就会变身成狂暴江姐。几天后又发现，江姐不止进房间会变身，连进去厕所，出来也会变了一个人。我查了一下其他猫咪变身狂暴模式的案例，发现变身的关键是上完大号的时候。为了确认江姐是不是也都在大号后变身，所以我决定在客厅放一个开放式猫砂盆做观察。但因为这个实验有点不人道，会需要跟新鲜的便便在同一个空间中相处，所以猫砂旁边会搭配这台经德国实验室认证，可滤除比医疗级口罩还小的悬浮威力的飞利浦抗敏空气清净机。这台 sensor 每秒会扫描1000次，如果感应到空气变化，数值跟颜色都会改变。有了这一台做观察，就变得人道许多。那我们实测就开始吧。结果现在是龙哥现在上大号了，哦，错。目前看起来，龙哥上完大号后会有一定几率变身成鬼叫仔。那我们继续耐心等江姐上大号吧。好，那我们做完这一次长时间的实际观察，经过实测确认，豆浆上完大号真的会变身成狂暴江姐，而且每次变身当下都把俊龙吓个半死，可能是跟平常反差太大了。至于我们龙哥上完大号，虽然变身效果没有特别明显，但是感觉话有一点变多，应该也算是小小的变身。那我们这一次实测结束啦，感谢这台飞利浦帮忙净化空气消除异味，这台滤网能用3年很超值，还有2年保固到府维修哦。